朕，皇上驾崩了。刘女士，这样，昨天我正好在剧场后台培养情绪。 Then， 你冲过来撞了我的头，导致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事故，然后丢掉了我想饰演的角色和我的工作。我昨天是撞了什么东西，但我不知道是个演员。东西，放了你！我想安一个独立的电表。包是女人的尊严，是自信的源泉，是直接一生的满足感。没有爸爸，我溺死。花钱是你先。 性格上的缺陷哦，省钱还有一种美感。我觉得花钱才有美感。你听说过灵魂的重量吗？一个21克拉大钻戒就可以换走我的灵魂了。你怎么不说21公斤啊？